本来是下课去看猫菜去，你敢看我像菩萨不？对方看鬼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想八关斋戒无形啊，无形。世间菩萨是要让人看到，大家拢乌乌臭臭，你敢那一朵莲花徛咧遐，让人看咧啊？所以人要给别人这个感受，这个感受是从你的心态、行为表现出来的这种外表威仪。真是的啊，各位要表现出来。世间菩萨，因为我们在利益众生嘛，那世间有人修精进、修不管在这世间少灾少难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语》。在宋朝以前，咱们看那《高僧传》里头，或者那《朝五台台三字》里头，好多人到五台山见着满山都是佛，闻说舍利菩萨智慧灯。从清朝以来，很少了。从清朝以后的历史记载，咱们朝五台山的千千万万。有几个看见文殊菩萨给他现的满山都是智慧灯啊？看到了吗？我们这个在山上住着，不说是优婆塞、优婆夷了，在家二宗不说了，说我们出家二宗，比丘、比丘尼。不说你见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文殊菩萨一天都在你身边，你相信吗？连这个信心都没有，你咋见文殊师利菩萨？这个华藏世界所讲的都是那些个普贤菩萨跟着与会的大众，这个大众都是等觉菩萨将近成佛的，他们认识，他们知道，这是给他们说的呀。咱们听见啊，莫名其妙怪瞌睡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这老人说念什么呢？姐念的啊，我念的很起劲儿。那有的在下头，他就瞌睡了，就他不知道你说什么。这叫什么呢？随业力见，你有什么业，得到什么。没有业力啊。见不到，就是我们头几天放这个什么千佛供千佛斋的时候，就那么一个庄严，不见的人很多。来到五台山了，那个时候他也在五台山。后来他跟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朝山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没到普陀寺赶个斋吗？”“没有了，我在旅馆吃点方便面就行了。”你说咱们那么庄严，那么多僧人，他到这儿来是朝山来了，到山上去了，他没看见，无缘呐。就连这么见的因缘，咱这也不是怎么特殊胜了，就连这个因缘，
啊，他说我也不是出家人，我也不拿那个钱，我到那儿干什么去？他因为到这里头来就是拿钱的了，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法会呀、啊。为什么大家到五台山都要到千圣斋呢？什么原因呢？一般的供供宗就行了吧。凡是标榜供千圣斋的文殊师利菩萨一定在场，他发过愿说大家机智，大家一个人供养不起啊，没这么多钱呢，大家凑来供养。供养为啥？为了文殊菩萨来赶灾。文殊把赶灾，你这供养钱就供养文殊师利菩萨了，心里非常喜欢，消业障。要是跟我们这些道友讲，十分之八不现。文殊菩萨到这儿来吃饭，文殊菩萨是不是吃饭？文殊菩萨来化度众生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要修观想。我曾经过后问了我们很多道友，我说你想到文殊师利没？啊，没有想啊，多分是没有想，没有这个业，没有这个业产生不了这种作用啊，业是作用。这两天我净念了，没有讲。为什么广念不讲？清凉果师没有讲，他没讲，不敢讲，怕讲错了。现在你怎么又讲了？现在普贤菩萨念诵这个，他一段一段的，他就分开了，可以讲讲，讲讲着配合。以前那个没讲的，就知道我们的善恶业所感的苦与乐。你做善自然感乐呀，你做恶当然就跟苦啊。他能起果上所起的苦乐的作用。苦和乐都是你自己造的，你造的什么业，你得到什么一个乐。当你在乐中了，你又不知道是乐了，它就有这么怪呀，这叫业，叫业。像我们比丘尼两众师父，你只感觉到你现在在这是享受吗？享受什么呢？享受你那个清净的福德。咱们经常说清净，这个世界清净。现在在娑婆世界，就是现在在我们南阎菩提，现在在我们现实这个生活这个世界，咱们是清净的，什么灾害都没有。如果你内心不起烦恼，外边没有烦恼加住你身上的。也要相信，现在人在福中不知福啊。对，他在福里头，他不认得这是福，等他跟苦相比较，哦，他就知道他这是乐。要没有比较，不能得知。这些个都是业力所致，你自己的福德业力所感召的。须弥三乘王随旋轮圆行，广大莲花开，比比护微摇。三床楼阁行，旋转金刚行，入寺不思议，广大住刹总。普贤菩萨教导我们，你怎么认识这个华藏世界啊？就要你这样认识。还说说他的行，大海珍珠宴，光网不思议，入室住刹总，悉在莲花中。咱们经常念莲花，所以这些个刹总都在莲花里头。
一一住刹总，光往不可说，光宗现住刹，普遍十方海。一切住刹总，所有庄严具，果度悉入宗，普见无有尽。刹种不思议，世界无边际，种种面缘好，皆由大仙力。大仙就是佛，但是在我们中国呀，成大仙呢，我们就把它汇成了老道去了。特别看剑侠小说看的呀，啊，是武当派呀，是峨眉派呀，剑侠小说好多派，都是仙，成为大仙。那个时候佛教将传入中国，说佛就是大仙。完了后来嘛又加为金仙，金仙表现是长生不老的人，仙就是这样。大家看那个仙上仙的字吧，山里的人都是神仙，人字啊住在山里头去了，山跟人合成一个字就叫仙。其实这是形容词，形容词，是不是？形容着人呢不老不死，就是大仙人了。那么《大般涅槃经》也是这样说呀：“大仙入涅槃，佛日堕于地。”大仙呐，已经入了涅槃了。他把涅槃呐当成是死了，涅槃翻的是可是不生不灭，不是死了。他不懂涅槃的含义，因为大仙入涅槃，是佛日堕于地。佛像太阳一样，那个太阳掉到地下去了。这是很多经论。都把佛形容大仙，但我们中国必须把它解说明白，仙不是老道。一般的说道长，说神仙，说你那个心呐，难住于境地，心难住于境地。什么是境地呢？山里头最清净，这样一个含义了。就是表现让一切众生的误入不受一些苦难，含义是这个意思。一切刹种种佛力世界不思议，讲这么多的刹，讲这么多的这个世界，刹种种哪里一些世界，就是形容佛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一切众生居住在这个世界上，居住在这世界种种，佛力所加持，是佛的力量加持的。这个有的人呢，不说不信佛的，信佛的人也不信呢。好多信佛，好比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，说我这么倒霉，那佛力咋不加持加持我？特别是念佛的，我天天念佛，我天天念经，我求的愿望达不到，抱怨了。他不知道业力呀，他把他的业力忘了。所以在这个所愿说的甚深法，我们用最浅的例子来体会这个甚深法的义理。这刹总呢，咱们讲了那么多，念了那么多了，它是由因缘而生的了。它为什么刹有那么多呀？因缘不同啊。说刹总只是说依报啊，什么住的住处所呀。说你的正报，你所造的业力，前头讲的所造的，你业力不同啊。
佛力加持，佛的力量有时候加持不当，众生的业力呀、啊，比佛的佛力呀、啊、还厉害一点儿。怎么样厉害王呢？他不听你的呀，那佛力没有用啊，他按他的业力发展呢、啊。这个含义，所以这个一共这个里头有28颂，颂这个唱，它不同，是因为因缘的所生的。各个众生造的各个业，他所住的依报，依报是随着他的正报而来的，他正报不同，依报也不同。就是现在吧，我们五台山最高的温度才20多度，往下一走，不论石家庄太远，离我们很近吧，都是30几度，热得喘不出气儿来，还要劳动啊。咱们在这清清静静的坐在这佛堂里头，这两个你一比就知道了。我们在家的二藏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它是暂时的了，它仅仅是一段时间了。有的到这个山上，忙得不得了，要朝舞台，要朝这个，朝寺庙。忙了几天，马上又下去了。他能够在这住吗？不可能。没有这个缘，这就叫业。因此他的处所不同，是因为他正报所感受不同。众生各个因各个缘，居住的处所都不同。有些人现在居住的处所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成天的提心吊胆，怕空中掉下个炸弹，怕那恐怖分子给我房子丢了个炸弹。咱们现在没这个思想，没这个顾虑，什么都不担心。所以业不亡，众生的业很微细，所以佛刹的刹种也很微细。道理是这样分别，每个世界庄严具不同。为什么？各有各的因缘，你到每个寺庙，每个寺庙庄严具都不同，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各有各的因缘，各有各的因缘。那么世界形状不同，一个山的形状不同。你看很多的山，这个山是这样形状，那个山是那样形状。咱们中国的最出名的黄山呢、温州的雁荡山呢、福建的武夷山呢，咱不说佛教圣地了，各个山不同，各山不同。为什么？因缘。那世界的各个形状呢也如是。有的世界，有的山经常在光明当中，一两年不见一滴雨，不下一滴水。有的地方山长，经常在云雾当中，这也是各个不同。有的山是光明的，有的山是黑暗的，有的是放宝光明的。这个咱们不见，没这个业。有些音声闻着这个音声非常欢喜，生善念；有些音声非常恶劣，生恶念。这也是各个不同。所以形容这个世界以音声为体啊，那这个世界总什么形状，它是有一定因缘的。
懂得这个事儿道理了，你再看华严世界、华藏世界，再念华严经，啊，你原来如此啊！我的业能念到华严经，我这业就算顶好了的。将来我也能升到华藏世界总理，华藏世界总理的好多世界不一样啊。对，那我要升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，佛常照住，常住在世，你随时可以闻到法。所有的善友，不是阿罗汉就是大菩萨，你随时可以有善友提携。你可以到十方世界去，去礼拜诸佛去，求闻法去。因此，那就比我们这个世界殊胜的多了。但这个世界会有成，会有坏，会有已经坏灭了。譬如林宗业啊，已生已有落呀、啊，说那个世界刹种啊，就是树林子叶子似的，这个叶子掉了，那叶子生长了。有生长的，有落的，刹种中呢，也有成的，也有坏的。拿那个树林子形容刹种，入世依刹种，种种众生住，种种众生都住在这个刹种里头。为什么？譬如种子别，生果各树叶，黄豆生黄豆，麦子生麦子，苹果生苹果，梨生梨，这叫种子不同啊，那生果各有异。果也不同啊，众生的业力差别，他造的业不同啊，业力差别差也不同，所做的依报的果度也就不一样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譬如新王宝，随心见住宰，众生心净故，得见清净刹。譬如大龙王，行云遍虚空，入世佛愿力，出生住果度，入幻思咒术，能现种种事，众生业力故，国土不思议。普贤菩萨赞这个寄颂当中，说寄颂当中的那寄颂嘛，我们上回讲了两个，现在讲第三次五六。说万法呀，都从心中生出来的。说心生在种种法生，心呢就是万法之王，所以称为心王。随心见住宰，心的有主作用，有它的伴作用，有主伴。一般的我们讲心讲八个，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叫六个心。奇摩诺八十音的就是障识心了，所以眼睛都含藏在之内的。这个所讲的心是超离这个八识的啊，什么那个法界心，我们讲华严经嘛都是讲一真法界，这个心嘛是一真法界的心，是一切诸法都是从心演变的，所以称为心王。
纵塞呢是外边的警戒相，警戒相。心呢是产生的主的作用，还有五十一个心所发，心所发是产的伴的作用。这伴都是些什么呢？像我们那个眼睛住法了，贪呐、嗔呐、痴啊、迷呀、这邪知邪见呐、戒见、禁见、禁取见，这些知见不正确的知见，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，这一般的说这是时时烦恼。这个都是唯心主心所有的，主作用与伴作用，光那些个就是心所发。因为心王的作用，随你的心能看种种境界。色呢是形容境界相的，凡是有相的、有形的，就是心所缘境。在你心缘境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能做得了主，心能转变外边的境界相，不被境界相所转，就叫心能转境。这是修道者所能做得到的。一般的呢都被境转，见什么被什么转，心被境转，心被境转就是随业所漂流了，被境转嘛就是造业去了。心能转境，把所有的业相都变成功能，变成修道的功能。至于果度清净不清净，是众生心。众生心，说你的心清净了，你处的环境，你所得的报酬自然就清净了，环境就是清净了。如果你心情不清净呢，那所你感的果呢也是不清净了。我们过去所造业的业因，说感这个五浊那色，五浊那色烦恼特别重。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呀人烦恼特别重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不见，见任何事情他都起烦恼。这地方普贤菩萨说了一个比喻，像大龙王的时候，在那星云呐、在虚空中啊，星云不语的时候，佛的愿力呢，佛这个佛专指着毗卢遮那的啊，佛的愿力出生在个国度当中，咱们现在讲的是华藏世界的啊，咱前头讲那个那些个世界不说了，单说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，我们这是华藏世界的极小一部分，像微尘那么小，在这个国度的当中都不清净的。为什么呢？众生心不净过，心不净过，刀兵水火瘟疫灾害，什么灾害都有，不清净。众生的看问题的看法不清净，各有各的看法，有各有各的自见，不清净。寿命呢有长有短，生命呢无常的，无常的灾害频繁，就是这样。这是由于我们过去的业不净过，业不净过。
佛出生，他是随众生缘的。像咱们上来所说那个净佛果道，净佛果道，那是随缘的，随那个净的缘。在佛是幻化的，在母是实报的。实报就是受苦，你感到苦。佛的幻化的没有什么苦，也没有什么乐，随众生的缘。所以佛是以他愿力出生在各个国度当中，就像那个幻化师，他用他那个咱们所说戏法吧，对，或者用药力，或者用咒术，现种种的一切的相。这个是不是什么真实的？那现在我们受的是不是真实的呢？也不是真实的。经常有这么句话吧：人生如梦啊，如幻，如泡影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但是在我们身受的时候，我们卸脱不了啊，我们把它当成真实的。你把虚幻的当成真实的，所以你不能卸脱，你也不能证得圣果。所以在这个现的种种的果度当中，所有的种种事都是随你过去的业。昨天咱们讲业力讲了很多很多了，这不再重复了。众生的业力，业就是你所做，你所做的，自己做的业完了自己受。现在不要抱怨，好像这个世界很不平等，非常平等，要自作业自己受，有什么不平等的呀？不要向外抱怨，也不向外祈求，反问问自己心。因为我们过去的心有眼心的因所造的眼业的果，现在所受的果都是眼业的报。佛不是这样子，佛是他的愿力，他来这个世界是利益众生的，缘没有了他也就不现了，叫隐。咱们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入灭了，像我们的话说是死了，实际没有。像我们中国的大德，唐朝的，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说法呢。天人问他说：“哪个释迦牟尼佛呀？”说：“我们释迦牟尼佛非常多，千百亿释迦，有千百亿那么多。不过是不是现佛身了？”像其他的山我们就不认识了。果度的清净与无染，社会环境的好坏，是我们自己造的，这叫共业所感。对，个人的呢，那别业了，个人的受报，受的什么的灾害，那是别业。什么叫别业？什么叫共业？别业就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受，这叫别业。共业呢，或者像我们这山西啊，经常那小煤窑塌了，或者洞子里要水淹了，或者上头塌下来塌方了，那叫冒顶。冒顶就是共业，在他做那工作叫冒顶，冒顶上头塌下来。塌下来，人就要在里头工作的，挖煤的工人就死了。那是那几个人的共业，不是全体的共业。知道这种众生的业力故，所感的果度啊，有随着净业多啊，就是净果度；眼业多，就是眼果度。
说随你自己业报吧，业报。譬如众会相，化师之所作，如是一切刹，心化师所成。众生的身各异，随心分别起，如是刹种种啊，莫不皆由业。譬如见导师，种种色差别，随众生心相，见诸刹语言。说你的心是眼心，你所看的这个果上的就不是清净的了，就随你的眼睛而现眼相，随你清净心，那就现你清净相，是随众生心所行啊，是你心怎么做的，就出现的刹种不同。这像一个画画的绘画的画师，他那各种颜色配的颜色，对，画出那个画来，这个画是真的吗？对，说这个世界现在的所有这些灾害和清净，那没有灾害是你众生心感召的，哪一部分人做哪一种业，共业所感，而且众生的身，众生的身体各个不同啊，每个人的面貌不同啊，他心里想象也不同，都入世，是吧？果度是一报，你的心啊所化成的，你正报所受的一报，你身体所依住的，乃至于房子，乃至于个果度，大者说果度吧，小的说你自作的那个舍宅吧，都如是啊，都如是。而这里头啊，在其他的经论讲的很多，有艺术的，有一个人呢一生，他有时候做的好事儿，有时候做的坏事儿，在感果的时候，果上也是错综复杂的。为什么咱们一生当中，时而好，时而坏，有时候很满意，很顺心，生活啊很愉快的，工作呀很顺利的。啊，说你在公司也好，自己开公司也好，好像障碍都没有，就是这个时间的因，你过去的因，感的这个时间的果。人的一生做的事儿，不是都是好的，也不都是坏的，很错综复杂的。时而啊发善心了，做些好事儿；时而恶心所猛烈了，又造些个坏恶的害人的事儿，当果的时候呢，也是错综复杂的，时而好，时而坏。一个家庭入世，个人的人生入世，一个国家也入世。这个因果呀，错综复杂的非常多，而我们佛教徒对因果论呢，非常的重视，一切都不超出因果去，就是自己种的因，因成熟了所感的果，因果能拐位，能转变，不能转变呢？佛说的因果论，是什么因，一定感什么果。你种的是黄豆，绝不会产生大米。你说那大米的种子也绝不会产生黄豆，什么因一定感什么果，这是因果的定论。
如果不能刚果，我们过去所造的呢，一定要受呢报。那像我们信佛、求佛，乃至出家、求道，那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已经定了，转变不了了。过去我们大德有这么个比喻，把这因果呀，物二水相投。说热多于冷，说热水多，冷水少。那两个水合在一块堆儿啊，那水还是热的。如果冷水多，热水很少，二水投到一起去，水还是冷的。是因果是固然是定的，在我们学佛的人，佛教授我们可以转化的。用什么样转化呢？定业不可转，定业是转不动的。三昧加持力，三昧呢就是正受、正定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，都说到三昧里头去。你过去所做的业，你现在的业猛力，过去业呢微要，你能转变过去的业。这样说，业是可以转的，就是看你哪一个力量强。问题在什么呢？在你转得动转不动。而转不动的话呀，一切众生没有成佛者，没有得道的。如果随随便便的转业啊，就把业就转了，那也没有受报者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就靠你自己的功力如何了。一个信，一个解，一个行，一个障。你信的就不真，那不但不能转，而且还增加。信真愿切，心的信的非常真，而一点掺杂没有。信了之后而求解，解就求明白了，把这个道理啊清清楚楚的明白了，直接明白该怎么做怎么做。我们是学佛者，佛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往往得把佛当成一个人，当成一个圣者，当成一个修道成就者，不错了。这只是一方面啊，另一方面呢，佛者觉也，印度话叫佛陀也，翻我们华严呢就叫觉悟的觉，明白的明，知见的知。说你知道你的知见正，你知道你过去过去，未来的未来，现在的现在，什么事你都清清楚楚的，知道业果，知道怎么产生的，知晓一切众生的业果，知道当前的世界上为什么这么乱，你都清清楚楚的，你就是佛了。咱们没讲《华严经》之前，跟大家说，相信自己就是佛。这个道理是我们学初学佛的人，或者久学佛的人，一定要入世的，相信自己就是佛。那么所差的呢，迷了，就是迷悟之间，迷了就是不觉了，不觉了就不是佛了。你不明白吗？刚才只讲因果一种，明白因果，这仅仅是一种。明白一切的事物
他的生长，他的成就，到他的变坏，你把这个过程明明白白的。头一项我给大家讲，现在我们科学家发明的时空隧道，时空隧道大概有很多人没听说过，或者有些人的对科学上有研究的，看过科学的书籍的，他或者能明了，明了。时间跟空间，是一体的。说我们经常讲刹帝，刹是无量劫，刹总，刹是土地。我们一年两年，一天两天，这叫时间。我居住处所，这叫空间。空间，空间跟时间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，这叫什么呢？时空隧道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现场倒数5、4、3、2。野象阿峰，阿迪所在的村子里自古就有驯象的风俗，村民们会用这些大象来替代人们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，因此村子里每一个人都会驯象，而这里最优秀的驯象师就属阿迪的爷爷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大象吼叫，天将要下雨了，阿迪，我们回家吧。嗯，好的。很快，大风来了，电光闪闪，雨像瀑布似的倾泻下来，山顶上一声巨雷，接着是隆隆的倒塌声，
夹杂着树木的折断声和野兽的惊叫声，山崩了。真是太糟糕了，发生山崩了，又会有很多动物会因此而丧命啊。是吗？那样的话，他们真的很可怜啊。哎呀，野象，这里有一头野象。难道野象闯进了我们的村子？要是那样的话，可就危险了。要知道，野象发起狂来，破坏力可是非常大的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，不然村民的生命财产会有很大损失的。爷爷，野象怎么会跑进我们村子啊？一定是刚才的山崩让他逃进了我们这里，我要出去看一下，在他还没发狂之前将他控制住才行。他跑到那边了，快堵住他。哎呀，这个家伙力气好大，大家可要小心一点，千万别被他伤到了。怎么了？还没抓到那头野象吗？没有呢，那家伙很凶啊，你看他在那里。原来只是一头小象啊。是啊，他的腿还受伤了，要是能抓住他的话就好了，不过他野性太大，很难抓住的。爷爷，你是我们村子里最优秀的驯象师，要不您来试试吧。嗯，好的，你们先后退，让我来试试看。好机会。嗯，小家伙，我看你往哪里跑。好了，爷爷已经将这头小象抓住了，我们快过去帮忙。不愧是我们村子里最优秀的驯象师，果然厉害。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，怎么样，动不了了吧？刚才还想打我，哼，现在你再凶的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不要吓唬他呀，小家伙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大家为了在暴风雨夜抓住的这头小野象，于是便给他取名叫做阿峰，而驯化阿峰的任务自然就交给了阿迪的爷爷。阿峰，你的腿伤并不严重，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阿峰，来，吃点香蕉补充一下身体吧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好吃的香蕉，他为什么不吃啊？没事的，刚抓捕回来的野象都是这样的，等他饿得受不了时就会吃的，你不要心急的。嗯。阿峰，你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求求你吃一点吧，不然你会饿坏的。孩子，你不要着急，现在他的脾气正暴躁着呢，我们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慢慢适应吧。嗯，好吧。我去山上采点草药，你去屋子里把那些草药剁碎，晚些时候我再帮阿峰的腿敷一次药，这样伤会比较快好的。就在爷爷上山采药，阿迪在屋子里剁药的时候，小野象阿峰挣脱了束缚自己的绳子跑了出去。象跑了，野象阿峰跑了。啊，他这是怎么跑掉的？这个可恶的野象竟然还敢打人，这样的象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。对的，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。不要伤害他，阿峰不是故意想伤人的。阿迪，你到一边去，要知道按照村子里的规矩，伤人的野象一定要受处罚。阿峰，
你要听我们的话，不许打人了，没有谁会伤害你，你干嘛要打人啊？那些家伙下手也太狠了，阿峰他还是一头没有驯化的野象啊。哎，这是盐水，喝吧，很好喝的。爷爷你看，阿峰他开始喝水了。他现在知道我们能保护他，所以对我们的戒心开始一点点的减退。阿迪，你一定要记住，驯化大象不能用野蛮的方法，而是要用心去和他沟通。只要你赢得了他的心，他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指令和安排。嗯。很快，阿峰便和阿迪一家人成为了朋友，爷爷认为可以训练他了。大叔，你难道不在阿峰的耳后烧伤烤？是啊，大家驯象的时候总是用一块烧红的铁在象耳后烧成个伤口，让他终身带着，以便在他野性发作时就用木杖去刺。我是不会那样对待阿峰的，要知道只会使用木杖的驯象师可不是有本领的驯象师。大象其实也像人一样，你亏待他，他就恨你，你对他好，就比铁链和木杖更能约束他。如果对大象缺乏爱怜心，驯象师的一切努力就会徒劳无功的。不需要木杖真的可以驯化大象吗？或许这就是大叔和我们驯象的不同之处吧，要不他怎么会成为村子里最优秀的驯象师呢？阿峰，跪下，你是最棒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天啊，你看大叔竟然这么轻松的就骑在了大象身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要知道刚开始驯化的野象是绝不允许有人骑到他的背上啊。大叔的确是最优秀的驯象师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阿峰很快便成为了一头优秀的驯象，他可以在阿迪的带领下做一些农活，或者去山上运输木材。阿峰啊，今天我们已经运了好几趟木材了，你也累了吧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看来你真的有些累了，我去给你找一些野香蕉吃，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吧，你可不能乱跑啊。太棒了，终于找到了，这些香蕉虽然不多，但足够让他补充一下体力了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大野猪！真糟糕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野猪啊？啊，这不是村子里大家说的那头凶残野猪吗？真倒霉，怎么偏偏在这里遇到它呀？这头野猪曾经被猎人砍过一刀，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憎恨人类，一旦看到人类便会发起袭击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哎呀，好痛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阿峰，太感谢你了。谢谢你阿峰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阿峰从野猪手里救出阿迪的事情很快便在村子里传开了，村子里的人都感到非常惊奇，纷纷称呼阿峰为圣象。阿峰真是了不起啊，不愧是圣象。当时你离开阿峰的时候没有拴他吗？没有啊，我爷爷说了，当你得到了大象的心后，就算不拴他，他也不会离开你的。是啊，如果当时你将他拴住了，他也没办法赶来救你的。真的是得到大象的心，比用外在的绳索拴住他的身更是重要的。